然后前面是四小节前奏，所以一，还没，三，四，走，咪咪发嗦，拉二三发拉，拉拉咪嗦上弓，你的嗦不要伸，拉退后一点点，然后嗦跟发靠紧，对，预备，走，上弓上弓拉拉拉咪嗦三。走，八二三四，二三，哎，我们拉你不要第一个那个拉发是连起来，你不要马上把拉弓浪费掉，再次留名发收，三四，二三发，拉拉咪收一样的东西不要错吗？发咪三四，手不要伸，手跟发靠紧。三，手掌心打开。三四，分工。三四，发再一次。三四，下弓，嗦发咪，发咪连起来，对对，发咪三四，手掌心要打开。你手掌心不打开，音很难听，真的很难听。三四，前奏间奏三还没有，走。没，快点，瑞发咪瑞，快点。好，拨弦。没有，用食指，用食指拨，用食指拨，拨这边。好，往上拨，来，再一次拨出来。不是，来这样子，给我啦。这样子拨，懂吗？食指勾起来，打一个小勾勾。预备，预备，开。手掌心要站好，你的指头站好，手掌心打开。对，三，走。好，从头。记得你的手掌心没有打开，你都是用指腹去按，那个指腹去按的声音很难听。用指尖，手掌心打开，用指尖，用指尖。好，预备。没有前奏。分工。
下弓收音，刚刚前面弓法错了，三四，再一次，三四，来三四，对对，发明看谱拉，手掌心不打开就会错，手掌心要打开，三四，然后下弓，很小声的，然后拨弦，好，前面那首，这首我想可以再一次，雷米发，拉好手掌心打开，好，手掌心打开，等一下可能我用这一段，我们不要拉那么燥，不要拉那么杂，轻，这边不要那么，这边正常拉出来，然后手站好，你手没有站好，声音不好听，再一次。关起来，丁恩宇不要吵，隔快好了，把门关起来，门关起来。要背大谱啊！知道了。站得很好，你手站起来那个指头才会够力，下一手手肘要站好，如果站没站好，我们就这一手就这两手再重来哦，手要站好，手掌心打开，手肘才会站好、哦。